一位是要不是学长，要不是学长，现在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布伦家演奏家，就是台北布伦家合奏团的一员，然后他每年都会回来带着我们非常多精彩的曲子。他今天要表演的曲子呢是叫做《Cordoba》，这曲子是《Cordoba》的意思是西班牙的一个地方。那曲子这曲子是由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·奥本尼奇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是钢琴家，可是他的曲子基本上就是这个古典家曲目过几十，就是他全部的曲子基本上就是在编曲跟古典家来谈，因为。在他长大的西班牙的环境之中，他一直受到吉他的熏陶，所以虽然他一辈子都没有给吉他写过曲子，但是他的曲子确实是古典吉他不可或缺的曲目库。然后这个曲子是 Albanese 晚期的作品，就是中晚期的作品，他那时候已经采取比较自由的创作形式，所以一开始他会听到一段类似于合唱团式那种来自天籁那种和弦，非常非常美。然后后面呢，会有一段类似于对位的那种感觉，把西班牙风情。在这种非常自由的曲子中，完美的解放了 Albanese 的创作能量。那欢迎廖博士学长。